早期原始人利用滚轴来搬运物体。西元前7500年开始使用独木舟与芦苇船。约西元前4000年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已有轮车出现。到了西元900年，唐朝末期，巨大的中国海船已蜚声国外，用以远洋航行运载货物。西元15世纪，英国伦敦开始有公共马车在路上行驶，类似现代的计程车。到了西元1769年，裘诺发明了蒸汽引擎汽车，可以每小时3.2公里的时速于道路上行驶。而西元1783年，蒙哥尔菲兄弟的热气球是最早实现飞行梦想的航空器。西元1829年，史蒂芬生的机车火箭号制造完成。西元1839年，麦克米伦制造出世界第一辆实用的脚踏车。西元1885年，宾士发展出以气动引擎推动的三轮车。西元1896年，李林达尔发展出滑翔机。西元1897年，英国的塔比尼亚号为最早的蒸汽涡轮机船。到了西元1903年，美国的莱特兄弟成功地完成动力飞机的飞行。而西元1952年，英国的彗星号为世界上最早的喷射客机。西元1957年，苏联以火箭为载具，发射了人类第一枚人造卫星史波尼克一号。西元1969年，美国的波音747巨无霸飞机首次飞行。西元1969年，美国的阿波罗11号太空船成功登陆月球。西元1981年，美国的哥伦比亚号太空梭成功的往返太空。西元1981年，法国的 TGV 子弹列车问世，时速达270公里。现在世界各国正积极研发磁浮列车。未来交通除了开发太空运输及探索外太空领域外，在环保与安全的原则下，将朝高容量与高速化目标发展，并结合资讯科技开发智慧型运输系统，提供更舒适便捷的交通生活。